Yeah.哇，这音色用得真好，讲真的。不、哦。哦，很帅哎！哦真的还是很强。哦哦。哦。干，还是很疼，讲真的，厉害还是厉害。哦，我干，还是很凶，还是很凶。这真的很凶啊！这有什么好讲的？这个他妈太凶了！一败的怎么显？怎么显？屌还是很屌，天生的表演者 ，respect。很屌，这真的太凶了。哎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吧？陈冠希有很多成功都靠他、欸，哎，他这很屌。那个陈奕迅有一首歌叫《爱是怀疑》，里面中间 C 段的那个 rap 也是他唱啊，全英文的。押韵是逊了点，讲真的。旋律派啊，旋律派。套的吧，套的吧，原本的歌词不知道哪一首歌而已。哦，就这段，这首歌原版很好听啊，陈奕迅唱，大家可以听一下。可是他真的很会做那种即兴的旋律，即兴的那种 melody 出来，很屌。
他还用了一点 lay back。哦哦。他把整个那种 backup 的那种 baseline 改成 fusion 的感觉。哎呦，会唱歌了不起呢，哈！干气真长，哇！这个人气真长。哦，Come on， get it， 哦哦哦 ，check it， 哦，他如果没有后面这个 B box 敲回来的话，干真的是输 PG One 啊，真的是输 PG One 啊。梅德灿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听得到我声音，看得到我的脸的话，再打再有订阅的刷贴图，我们就精华上面见。你们每一个人的留言可能会成为精华里面的某一个片段，可以贴标记，继续钻研我们的嘻哈，继续壮大我们的 KWG Family。拜拜。